哎呀，老了，拉着你只能顺一个十万里了。前辈，那左令牌是何物？哎呀，一个破令牌而已啦，不算什么。这东西我多的是，这个是天遁门的，这是灵武宗的，这是四级修真国巨魔族的，这是五级修真国，你买吗？要不给你重做一个白云宗掌门令如何？前辈神通惊人，实在生平仅见，佩服佩服。你就会这一句是吧？哎呀，得了吧你，毕竟老子带你感悟了，帽子你先留着，快点把化神器给我刻木雕啊。真是意境。情丝断尽为绝情，心中有乐且无外事忙为慵懒，可究竟何为岁月？王叔，还给你送酒来了。大牛，王叔，你上了年纪，这酒少喝点，暖暖身子就行了。恭喜恭喜恭喜啊，大牛！谢谢，多来喝酒啊！谢谢谢谢，新娘子这么多，多来家里喝酒啊！新娘子漂亮吗？美着呢。哎呀，这块地好着呢，多谢王掌柜。这王铺够抵债了吧？哎呦，我这大胖儿子！小声点，我好不容易哄睡了。开始催啊！王老爷子，下个月我一定把租子交上。王掌柜，您来了。老爷子，来尝尝我家新到的橘子。今日不守租，都忙去吧。不知不觉间，霍景已买下了这条老街的许多店铺。唉，芸芸众生，富有天地，二十余载转瞬而过，我寻找的意境究竟是什么？天道又是什么？历经岁月，我怎么越发看不清，抓不到了。王爷爷，酒我给你偷来了，我的糖呢？嗯，王爷爷，这酒好喝吗？我看你天天都在喝。哎呀，王叔，今天不能再喝了。好，就喝这一口。今天不喝了。大牛，哎，你爹怎么样了？哎，老毛病了。王爷爷，你还没和我说呢，这酒到底好不好喝呀？你王爷爷喝的不是酒，是人生。撤撤
哼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跑到哪儿去。王先生，救命啊！何事？慢慢讲。世子殿下，唯一……我还以为来找什么人，竟只是一个凡人。徐涛逃命来寻你，你俩自是关系匪浅。索性，你俩一起死吧！我本无意理会你等闲事，可你不该把我算计在内。去死吧！我的本命罗刹！你不是凡人！主子，要不要我？化凡术实在，他不配坏我心境。谁呀、啊？大晚上吵吵。这掌柜，麻烦你找两个伙计，帮我把这人抬进我的铺子。王掌柜，我看还是报官吧，不然您怕是会惹一身麻烦啊。5万。好人呐，这王掌柜真是个好人。二子，六子，快点出来，把外边躺着那人抬到王掌柜铺子去。哎哎哎！若我不出手，他怕是活不过来了。如此重伤，我要见师父。徐涛不是个凡人吗？师父，师父，福儿，怎么了？师父，thank you.
我的剑已经凝聚，但是我的心却不能凝聚。我的剑已经凝聚，但是我的心却不能凝聚。我的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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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凝聚，但是我的心却不能凝聚。看来之前煞气无法继续凝聚，是因我心境不足。 小哥，不好意思啊，小孩子不懂事儿，这个多少钱？给他的，一块木头罢了。你是刚来的吧？对面这铺子空了也有些年头了。小哥，若是不嫌弃，过来吃口饭吧。我那儿有自酿的果子酒，比那些酒楼里的可好多了。 谢谢。哎呀，这有啥可谢的呀？以后啊，咱们就是街坊了啊。走，我带你进去看看。自从筑起辟谷之后，已经多少年没有吃过饭菜了。是不是不合口味啊，小哥？ 只有这粗茶淡饭，见笑了啊！味道很好。来，吃菜吃菜。哎呀，你刚来这个地方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要是有什么难处，尽管跟我们说啊，街坊邻居有个照应。如果要买日用品，去东头李家，东西不错，价钱也实惠。哎，徐家的铺子呀，东西贵，但是人还算厚道。 中古的生物，虽然它看着笨拙，实际上凶猛无比，力大无穷。王叔，我来送酒了。王叔，我来送酒了。
这是火珠，性情暴烈，八足锋利无比，不要伤着。木雕可真有意思。爹，我不想打铁，我也想锤木雕。皮痒痒了是吧？打铁的锤子你都弄不明白，还想干你刚说那细致活？你这小兔崽子！不知不觉间，我在这条老街度过了一年四季。因修为所限，我还无法雕刻化神期以上的修士。不过没关系，日子还长。但我刻下了很多我的记忆：王家村的村民，曾寒战过的猛兽，他们似乎以这种方式又重新活了过来。当第四颗珠子凝聚之时，煞气便会全部消散。这样真是不错啊！做的真好。不错。跟真的一样啊！你看，个个都说好，咋没一个掏钱的呢？徐少爷跟了王爷，现在可真是进来呀！哎呀，来看看。大牛，你先放手好不好？徐少爷，你看这些木雕，绝不比周木匠的差。怎么样，买几个回家？别卖太贵啊！奇怪的感觉，我一般都只看不碰。啊，抱歉啊。不碍事。先生，这木雕雕的是什么动物？我看怎么有些像蛇。这是蛟龙，那可是神仙一流。蛟龙，这个蛟龙木雕怎么卖？10两金子。啊，完蛋，到手的鸭子要飞了。谢过先生，这木雕我要了。告辞。10两金子。撤！撤！王爷最爱精美的雕刻，世子是个孝子，若是我把这个木雕献上，世子定然对我赞赏有加。世子殿下，徐涛有要事求见。有什么事情，明天再说吧。世子大人，在下探亲时发现了一个木雕，此木雕若是王爷看到，定然会欣喜。是个宝贝，记你一次大功。走，随我去觐见父王。今天怎么想到来看望为父了？父亲，您看，我来啊！这是？这是木雕吗？师兄，我当然知道这是木雕，我是说这木雕所刻之物。那没见过。两位仙长，此物可有什么出奇之处？
木雕，应是修为越高，感受就越大。若是对凡人，则没什么影响。此物绝非等闲木雕，上面所刻之兽与典籍中记载的蛟龙一致。你不是说你没见过吗？没见过，不代表我不认识。这么说来，此物当真是个宝贝。来人，赏世子每人金银玉帛。世子，这木雕是从哪儿得来的？邪门了，风险越大，收获越大。快装！我这个煞星，你完蛋喽！小爷又可以吞魂了，死掉了。一共4500两金子，拿来吧。参见前辈，晚辈是白云宗弟子，不知这些木雕是前辈所作，今日多有得罪，还望前辈海涵。4500两，有吗？前辈，灵石在下有一些，这凡人的黄金。哎，不杀吗？怎么不杀呀？回去吧，下次再来，带够金子。杀气小贱。春节将至，这是世子殿下的一点心意。世子殿下说，仙长今后若有用得上的地方，南王府愿效犬马之劳。过年好啊！大过年好！说，这些木雕我怎么都没见过，是你新做的吗？以前做的，这些是我的家人。王叔，听我爹说，东面的吕掌柜要把闺女许配给你，你为啥不同意啊？闺女我偷偷见过，长得可好看了。叔叔有媳妇儿了。啊，真的？那我怎么一整年都没看到过？他在很远的地方等我呢，终有一天我会去找他的。
我身上400余年的圣气已然全部凝住。新年好。新年好。若要感受天道，唯有彻底化凡，过年好啊，体悟凡人一世。一世。这陈年佳酿是海淘而来，您尝尝。来喝酒。小子，体会一下，这就是意境。哎呀，我不管，我只是他找来的打手，你们找他啊，这找他啊。